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日前更换全新片头和主题曲，这日一众演员齐集一起看全新主题曲 MV 和花絮，大家都看得很开心，还勾起当日拍摄的搞笑事。 KC 亦有重演 MV 中超高难度动作场口，不过对手由 Terry 变成三太啊！整咗幾塊圓嗰啲鐵片喺個身嗰度啊，等下重啲啦，係啊，所以試咗一次嘅，頭先真係冇再試。但係都完全難唔到上嚟過啊！嚇哇！我真係榮幸啦，有難榮幸啊，可以抱到阿三太喎。其實當日咧，咁啊阿 Terry 跳上嚟嗰下咧，佢已經爆咗胎啦。嗰個胎咧已經係由呢度上到去。這個位置即係條係啊，分翻兩邊嘅咯，好勁啊！大咗呢排，跟住咧佢就真係換翻件鬆身啲嘅俾我咯。團保啊，團咦，咁係咪要示範一次啊？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啦，新主題曲 MV 仲要求大火兒有群舞嘅熱鬧場口，跳得咁齊，大家都話全靠洪家同龍家兩位首領啊！對我哋大四喜嚟講就冇咩難度嘅，其實啊，我哋嗰陣時號稱啊火山四孝子係嘛，茶舞晚舞跳埋係嘛，通宵跳啊！知唔知我哋喺你後邊跟住你步嘅步伐嘅咋？係嘛？你唔好錯啊！你錯我哋就全部都錯㗎啦。唔係，其實咧就係佢哋係好醒目嘅。大家睇起嚟咧，好似一齊咁，好似好齊咁啊！其實咧，佢哋喺後邊跟住我哋錯，我哋錯，佢哋都跟住錯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好齊㗎。所以咪好齊咯，一齊都好齊咯。主題曲咧，睇下姚卓菲唱㗎，佢都話想加入你哋洪家，或者可能做下表妹咁樣樣喎，即係歡唔歡迎佢？無人歡迎啊！嚇，亂入都得嘅，佢中意點入就點入啦嚇。新加入《愛回家》飾演 Jo 嘅何俊樂，最近一集被大小姐狂搣面珠燈。讲起呢场戏 ，Rock 一开口就要求下下真搣，完全唔锡身。呢种直率投入令大小姐大为赞赏啊！第一句咧就系唔系Hello 你好，系你搣落嚟啦咁。我话唔得噶，我话 NG 连排即系彩排对剧本，连 NG 连正式，连走机位，你起码要俾我搣十次、八次、二三十次噶。所以我话真系唔可以真嚟噶。哎呀，我唔识得做呢啲咁貼身嘅動作，我不如你真做啊，等我直接感受，你直接做咧，我就可以真實啲咯。